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永航。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。今天的话呢，跟大家唠一唠这个 FC 的一款小游戏啊，叫做《街头小子》。这款呢，可以说是比较早期的一个格斗类游戏了。当然了，这格斗类游戏比较的单调，只有这个轻拳，你可以看到呢，我这里呢轻拳连着捅的是吧？然后呢，加之重拳啊，一个大重炮直接给对面扣倒，只有这两招。然后呢，双方就在这个正面的这个街头之上呢就开战。啊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这有个大花瓶，哎，我这里呢被花瓶砸了一下，被他一重拳打回来。然后呢，两方呢谁把谁打出街道就算赢。这个位置呢，我被对面连续猛扣，然后呢一记重拳打回场面，连续几个轻拳之后再打一下重拳，直接搞定，躲一下这个天上的花，哎 ，OK， 解锁。然后的话呢，这个游戏呢每三关是一轮，无限循环。所以说的话呢，我在这个第一轮结束之后呢，就不给大家再继续了，是吧？咱就一起回味回味这款这个儿时的这个早期格斗经典游戏了啊！这位置呢，直接往前走过花瓶，把对面打入井盖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啊！好，搞定。这样的话呢，美女啊，妹子就为你这个欢呼雀跃。那么呢，咱们今天的视频呢也就到此为止了。我是本期的朱大成和解说永恒。如果各位喜欢我的视频呢，点一点关注啊！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